找安野的小号，他也叫安野，合照发到第一名是中间，第二名左边，第三名右边。我刚刚讲过了哈，安野，安野，我这样，你这要求很可以。好，那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提示，在庄园啊，在那个夜兰听雪的营地地图里面，好，来给第一个提示哦，偏中间的位置，整个地图偏中心的位置，安野的小号，安野的小号，对，所以你们看不到地图上看不到它。好，给你们提示，圈圈里面，它不会动，它不会动，不会动，它不会动，它就站在这边等，也叫安野，也叫安野，可是不是营地的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对哦，各位，是的，也叫安野哦，好好笑哦，全部人在中间。好惊讶，好靠近哦！有可能啊，不一定啊。哇，你看整张地图都是人呢，好好笑。来看谁第一个找到他中心啊，中心啊，这简单对不对？不会在建筑物里面哦，也不会在庄园里面哦。哎，是不是有人要找到了呢？哎，有人找到了，是不是？有人看来到来我了来，很好，快点，快到那个，快来这边坐椅子。小怪兽，你用庄园展示，快来，好好来来笑。来，上来坐椅子。哎，第一名是 XING，第二名坐左边，第二名是左边。左边，哎，第二名小怪兽，来等第三个啊，第三个看谁是第三名啊？啊，我的那个狗，念东海，我的狗曝光哎，我的望位东置念啊！海，我应该把小号的狗收起来了，笑死，我晕。哎呦，哎，月光族，你没有拍照啊？不想拍照的也不行，一定要拍照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提示，在中心花园的旁边。提示中心三号也太大了。哎呦，不是凹啊，凸漫看到中我了。心，有人是不是要找到了？有人看到我了。有人看到了，对，凹有凸人要漫，当地凹凸漫。哟。快点，凹凸漫，快点来坐椅子。拜拜，回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躲猫猫，三名要出炉了。你可以参加下一个，你等出他们了，我等奥特曼上来，竞速不能竞速，我跟你们讲，竞速只能旗开拓者，我等下会骑一次给你们看路线怎么跑。哎，不行，因为那个有加速。哦，上来了，有空旗借给我拍照。空旗借给我，空旗，哈哈，空旗。动作很不行呢。好，我这样拍。啊，结论就是在中心花园一号门口的旁边。看那里看到我已经结束，好笑。结束了哈，早安。谁 呀、我不知道啊，他超嗨的，我控制不住哎、欸。好来喽，各位，来第二个，我们要比赛车了，好的，比赛大家车。来那个，大家来营地地标集合，从营地地标出发，然后照着那个，就是看那个骑，要骑上公路，你不骑上公路也是可以的，基本上就过不去。我公路是就是弄好的，我有帮你们弄路线。哎、欸，不要抽血哦。哎、欸，然后骑到安爷家门口，然后下车进庄园就赢了。
不用不用做一次，因为怕椅子不够坐，有没有？什么东西？大概知道。我还蛮多人参加的，哇哦！呼呼，快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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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跟不上了。哦哦，现在领先的是谁呀？看不到没？怪兽啊！我在追他。哦，啊！我突然看到怪兽。有人还在问打、欸、小怪兽打工人还在问终点在哪、啊？哇！你是小怪兽，大家走呗、啊！我卡，我卡，我在卡，我在卡。小怪兽停下来！我这次卡的。站住！停车！停车！错、哦。还没有小怪兽领先哦，超出行政的力量是月光，月光爬了一下，后面是谁？小怪兽家人，木叶小光小怪兽，再来是家人，然后呢，在月光，我看到了什么东西？家人咬着小怪兽不放，月光跟在后面，然后接下来后面是一坨人靠腰，安爷。安爷，然后是奥特曼，那爸爸这全部都对，爸爸猫全部都在那边一坨的啊！爸爸，哎，靠背啊，卡住了啊，卡住他们后后啊！小怪兽，真的是一坨人，对，小怪兽目前顶天，加尔咬着他不放，我很快，我要进最高，奥特曼，我天哪，奥特曼！哇，好凶，好凶！安爷跟安爷跟那个月光族两个也咬得好紧。哦，那个我又卡了，有在撞啊！那个好惊讶、啊，那个好惊讶，路线错误了哦，出局了哦。哦哦，哇，真的是好惊讶！哇，月光族跟安爷有的拼啊！小加尔依然咬着小怪物，小加尔谁啊？小加尔，你别乱放！哦哦，第一名是谁呢？我看我多少分？谁先进呢？奥特曼，奥特曼。哦，哇！第一个是尔加，第二名是小怪兽，第三名安爷。耶！还有，我不算，我不算，所以第三名谁？记录，记录。所以第三名是谁？其实是我。月光，你不要吵。啊！不要吵，不要吵！有一堆人站在旁边一起冲进来啊！加，我们还有一个选手抛锚在原地。我问他为什么临时路会被超过？那位黑龙大哥，他骑着他的车，然后呢在这边连出发都没有。月月在问说，为什么临时路会被超过？可能你没有买通行政吧？那个雕是有加几派？八八。黑野洞，黑野洞。我觉得被他的卡要推掉去，最好了吧？小怪兽，奥特曼，我们最好了吧？五分钟。第三名是奥特曼还是月光族？哦，好了，第三名是安爷。小怪兽太差了、欸。奥特曼谁先进的？等下，刚刚月光族奥特曼谁先进？小怪兽，我们最好了呀！你看奥特曼算，来奖励给我，对不对？月光族。是月光族先进吗？月月有跟到吗？月月没有吧？你先进的 ，OK。第三名是月月。在我后面的是小怪兽啊。他在最后那个桥那边被我超了，他撞墙。对啊，是第一名尔加，第二名小怪兽，第三名月光。OK。OK。来，对，安爷他算主办方，所以他不参加名次。对，我不算。对，他只是跟你们一起嗨这样。对，我只是想。然后拍风景而已。他出轨了。我刚刚看到他出轨了。好了，大家现在就是安爷家集合齁，然后大家来这个，来这个要跑酷是吧？对，来这边后面。
他在哪里？最后，那个我看到他在前上。麻烦各位，里面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会开，等一下会开。麻烦各位把那个手持的什么武器啊，什么会加速的那些东西啊，全部给我拿掉。那可以吃棒棒糖吗？啊，那个帽子有加速可以吗？这可以。棒棒糖有没有认真吗？有没有想看一下？不可以加速。要跑出来哦！我要来看戏了。来看怎么往下了，到最上面就对了。我要来看戏。对啊。大力咩？太顺利嘛。不用猜啦，就跟你讲已经零零零零。好多人呐、喔！大家看怎么跳跑酷吧。往哪边？我看一下。跑酷。那个 XING 想要痛，用重炮往后跳是。那边啦。哎呦，可以哦、喔，不可以哦、喔。哎呀！哎呀找到 bug 哦，找到 bug 哦。谁在卡下去？找到捷径了。盲点吗？没有存档点这个东西。没有存档点。但是有我们找到干扰吗？我来找嘞。太棒了。还有还有目前耳加。没有，你逃脱乐园直接干那个，然后看看秒数就好了。说的也是。哎呀，摔下来了！来不及了！我要一直掉，一直掉！谁在这个？他妈怎么玩呀、啊？放飞啊！怎么办？我要跳哪里？怎么跳呢？怎么跳呢？跳！咚！太难了吧！这一丝一分天几分你要相信你们可以的。什么鬼？有很难吗？看一下。阿全啊！嗯。都很木跳，那我可以飞上去吗？哦，那边哦。不可以。可是我天生就会飞。你可以用喷气背包，有没有？没有来看。不可以，不要用喷气背包啦。我等一下给你取消资格。哇，空气上来了。没事啊，你可以取消我资格。空气跳，我本来就不算。那很会跳。哎呦，耳加目前领先哦。哎呦，厉害哦。耳加目前很靠近哦。哎呦，打你，打你，打你。可以看到。怎么？人一整个多到爆炸。操！我要跳去。好危险哦。忍不住，忍不住。哎，说要到哪里啊？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我要拐弯。他妈超难跳！为什么我电越充越少啊？我家很接近终点哦。哎，那个 XNG 更接近。哎。哎。滑梯在哪里？哦，找你的眼睛，你找得到的。Shit， 掉到底了。哦哦哦哦，有人在看路哦。XNG， 有人在，有人报告大会，有人在拿无人机探路。哦，哦，那还好。哎，不行，探路哦。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不要作弊跳，怎么跳就好了。可以看路怎么走，有没有？哇跳去跳去，直接 say goodbye。这里上来之后，空奇在挑战第二次。哦，空奇，空奇有吗？空奇，我们加油。我们要去哪？哦，那谁在那边动咯啊？哎，哦，连跳啊，厉害哦！空奇，离胜利只有一层。掉下来！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楼梯哪里？哦，看先爆心态，我跟你讲。哦，第一名恭喜！先元气暴涨没有？好了，你坐那个蛋，那个蛋。坐椅子，坐椅子。恭喜上去了！坐椅子，是不是一点都不难？
不做，你不要那个。耶！哦哟哟！哇，那这次空袭是第一名，可是你要把奖励让出去。欸欸、我被挤下来、欸，什么鬼？挤下来，他下来了。破土哎、欸！我摔到外面了。开心就好，好的。那我们空袭要把奖励让给各位，让出去，加油！第一名，我摔下来了，刚从外面摔下来。我操，太小了！安哥，你把人家搞疯了。需要帮你一下。成功 ，S 计划通加 ING， 就再一次到了他跌下去的地方。是否会再掉一次呢？等一下是谁疯了？我帮他加一个板子好了。离胜利只有一里路。哇！我疯了，我疯了，我他妈一匹啊！太不想吃了。胖胖猫。哎、欸，掉下来，操你妈！喂。哦，这是谁？月光族。哦，月光族。大美女，吸月光族一个，他在原地。哦哦哦，离胜利只有一层。好月光族，我操，回溯。离胜利只有一层。月光族会获得第一名吗？月十月。哦，月月啊，下去了。谁下去了？谁下去了？为什么最后一个最简单就？为什么最后一个最简单的你下去了？好了，给你加个粉丝。那很尬呀！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再跑一次。我们要途中吃道具，喷气背包加一次。醉了耶！我怎么看他一直破土？他都卡在哪里？好了，给你加个板子啦！我操，这个板子太牛逼了！妈你啊！原来有这么牛逼哦！猫咪，猫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谁这么激动啊？猫咪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又摔下去了！怎么了？笑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跳？哦，耳机啊！我家你看空袭，我家看空袭，看他怎么跳，你看他多强，两跳哎，跟猫咪一样。大家都已经到最后快最后阶段。哦，他很扯。我有一个疑问啊，跳冷静，给你个技巧，你应该要站后面一点，然后全力跳。哎呀，这在哪里？不会拉距离。OK。哦，我厉害，快点，加接，快点！西班牙，咦，阿超，西班牙，阿超，大家都在上面，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刚开的那个门密码是多少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就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嗯，好，现在在哪里？好 ，XING， 我老师打工人。来，你进去。工人下去。他要在哪里？我掉下去了，掉下去。要挂了。哎，没有安全措施啊！大家最后一路，哎，这个设计不良，没有安全措施啊！妈妈，旁边有那个碎的。爸爸猫很近呢。我怎么下来了？来看。来康娜，康娜，今年还没有安全措施啊！好了，康娜进来。我掉下去，猫咪，空气都上来了。康娜，康娜，哦哦，康娜，空气太夸张了。对对对，打工人，打工人，打工人莫非啊？进来，进来，第一名，第一名来了。进来，上椅子，上椅子，上椅子，上面这边，面后面，面后面，第一个蛋，这个会不会太扯？怎么说？蛋蛋错了。工作人员做的好吗？第一名，老实打工人。谢喽。哎，加板子，成功加板子。没有，猫咪，你是人家都跳过去的。有了啦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，猫咪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看啊看啊看啊看！哎，雷德，要不要争一下？可以，第二名。雷德下去。哇！哇！直接
接掉到地板。我没有安全感。全部都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会是谁呢？哎，康纳，你是需要再帮你加地板吗？康纳，你是不是作弊？怎么切啊？我没有啊。你怎么上来的？啊 ，X I N G 又下去了。康纳又上来的。我帮你补血了。康爸怎么上来的？康爸怎么上来的？哦、他传送门，那你不是传送门的，他是工作人员，他是走上来的。头发，你是主办单位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月光族，好、哦，月光族，不错哟，发现我的弹跳床。还有，我的餐点快到了，我先去拿一下我的食物。那你，好的，哦，月光族，第二名要出来了。啊，第三名讲。康爸，你占着人家的位置。我上来，我上。这边，月光族，你就站在这个羊羊后面，你是第二名。这里，你是那个羊羊的。康爸是这里的位置。啊？哪里？来，第三名是谁的呢？宝座不是那边吗？跟我没关系吧？猫咪，我猫咪掉下去了。我们掉下去了。猫咪加油啊！猫咪，我家哇来了，一口气，哇谢，有力，呵，就过了。好了，对了，不打不用了，不用干妈的，有个人挑，好了，再给你一个地板了，真是的。我家哪里要地板？哦，我家。没了，不要跑地上掉去。第三名，哪里？这里，有前三名出炉。啊，月光族，我来干了！月光族，你可以坐上去了。好赢的，好了，拍个照，素哟。哇，三个帅哦！摆来头啊！哇，真棒！三个出炉，下面的加油！忘了，我大妈，没有。啊，行了，上，我去跟小姐姐。猫咪不要这样啦！来了，猫咪，你到那个一楼来找我。对呀，一整个在卡。来，猫咪，你一楼嘞。妈的，这个超难的哦！好啦，来，我盖一个玻璃给你们跳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容易比较好一点。好啦，我再给你一个玻璃啦！不要难过。拜托，我刚刚大家都可以上来，摔到也还是安野拉的。我是真实的。好，上来之后太爽了。啊！有人上来啦！来啦，你是从喷包上来的吗？我再补一些玻璃给你们。没有，我给他开后门。啊！你这开后门的。猫咪是开后门的。啊！其实我是第一名。第二名是月卡吗？第二名对，第二名是月卡。第一名才来找我，第二名就找阿秋他们吧。我记得是安野吧。是的。谢谢谢谢哥。第一名是。第三名。第一名是太阳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霸占住，这好厉害，好厉害，老板，你让我会想你啊，老板，500，哎，你好，那小怪兽嘞，老板，你人太好了，我会想你的，我们要感谢康爸，啊，老板，嗯，来。不想跳的吼，不想跳的到一楼找我。想不开的到一楼找你哦，不是，哦，我直接开一个权限就好了。好干，都是。哦，有人到了是不是？还有，来，不想跳的进来这边。弟弟，你是妹子吗？不想跳的来哦。妹子，哎，你干嘛？弟，像变态一样。快！变态，不想跳来一楼。变态哦你！
啊，试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以后要月卡晚一点给吗？月卡可以晚一点给吗？可以。来来来，这里可以上去。我太阳不需要了，哎，小怪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这里，这里。好，那回忆上面有东西吗？来来来，我带领你出轨。第三名有东西。好了，阿特曼看到，阿特曼你在哪里？第三名是阿修香吻一个。阿特曼，阿特曼，阿特曼，看我来，这么，对。我怎么要去？这么，这么贵？不过如果你们要阿修香吻一个也是可以的。公了，你讲什么屁话？你要给我才对啊！来来来，我开，我相信阿修会很乐意的。哎呦，这个大便他妈的！哎呀，不要脸，他出轨了，他出轨了，笑死，这东西，这是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在。我要带领你女友出轨。咱们楼上舞台集合。用卡还没到期，可以晚一点给吗？那个好多人。可以叠加，我记得。他更多只能叠加到六十天而已。在哪里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奥特曼不敢。夸张。你看，奥特曼不敢面对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对他，也是面对啊。对战，你们会想我吗？这个，敢面对啊，有啊，出轨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对，这对战是什么？双人对战。啊，奥特曼，不然我们男生加的。奥特曼，我们男生加的。克制关系，这是什么？准备，来哦。这干什么的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哦。哎哎哎！好帅！哦，输了，胜利呀、啊！带着带着，还有什么？五把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哎、欸欸太难了，太难了！老哥没钱钱啦！剪刀石头，给他一点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哎、哇！啊啊！真的出轨了！哇，三胜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让你一下，让你一下，让你一下。啊！你出什么？让你一下。你太扯了，让你的耶！我乱取。真的不会，我真的不会玩。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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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。哎呀、oh, no. 欸！哎，是不是让一下哦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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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等下就是耶！奥特曼，奥特曼怎么办？出轨！哇，好好笑！美高演第一名那个啥安哥安另外一个，不然阿秋。没有啊，求你安排一下奖励啊！安排一下奖励，才艺表演评分第一名。你另外那一只嘞？哪一只？没有没有，我在说，我在问猫。哪一只？第一名那个。爸爸猫嘞？哦。第一名一万。第一名一万金条。哈哈哈！你爸爸猫不过来吗？来来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三三跟三个，哎、欸，三人三人，快放开始啊！用力要打吗？来，今天活动什么？告一段路，告一段路。没有要才艺表演啊，这么可惜。好了啊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吹一个，看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吹一个。我要求你，你是安姐对我，哎、欸，安姐。啊，就刚好他邀我给他玩一下、啊。选的妹，选的妹，我不要打橄榄，橄榄我不会玩。第一个奖励是安爷的吻。啊啊！我不知道，小姐姐啊。对。啊？他，你们是想想安爷存？你们是幸存者还是干？
人类。谢谢感染者啊，滚蛋！他说：“大家都不要那么谦虚哦，要不我。”他说：“我猫说他人类。不行啊”我僵尸。哦，我们签那个感染者了。所以啊，这样你要抓死。又不是刀，又不是我开的。哇，平手哎、欸！哇，小怪兽要自杀了。嗯，我怎么这里？竟然有这种的。哦，太棒了！我们满了。好了，准备开开开。什么时候才艺表演啊？哎、欸，靠北！啊，我们还没巡逻，你们巡逻了。巡啦。好，干。